你只要你关注点亮那个视频，男的找到女朋友，女的找到男朋友，无论男的女的都能找到好朋友。Yo yo yo yo, what's up, ladies and 乡亲们？大家好，这里是 AKA 小吴 ，skr skr skr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我是个非常要吃米其林的人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是一个富二代。I am 富二代，就是要经常吃米其林。但是我最近比较穷啊。今天我就要去吃米其林。这家店很特别，它是一家米其林饮料店。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本命饮料的话，有的地方可能是豆浆，有的地方可能是冰粉，有的地方可能是药水。香港的话肯定就是港奶啦，没错，这家店就被誉为是米其林港奶。在米其林官方指南上给它的评价就是用心的味道，听起来还是蛮结棍的。他们就是要弘扬传承这杯奶茶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 respect。 那就现在让我们出发去这家店。我现在已经到了，去这里除了奶茶之外还有很多吃的。你知道我刚刚看那个师傅冲茶我想到了啥吗？溏心风暴。好吧，你看过吗？你手茶真系零舍唔同啊，又香又滑又够茶味，正啊！米其林奶茶。我有点烫嘴。销魂饭，太爱吃沙爹了，我去哪都吃沙爹。知道沙爹酱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沙爹酱主要有咖喱酱加花生酱和其他香料组成。沙爹虽然好吃，但千万不要贪吃哦。一勺沙爹酱相当于小半碗米饭哦。哇，这个真的无敌，这个、真的好吃。你吃一个，你吃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别客气，来一个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超好吃啊，超好吃、啊。基本上每天下午都会吃三明治，但是这个真的有惊艳到我。现在来吃我的黯然叉烧烧魂饭。形容得到的，点解？点解？点解？点解我食碗咁好味嘅叉烧饭，我哋系成班点算啊？我觉得好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它那个叉烧贼大一块，而且特别的厚，吃起来肥而不腻，肉质超级紧实。哎呦！欢迎来到我杯茶，在网上看到我们我杯茶，对，看到是米。
米其林奶茶。好喝的奶茶，茶浓奶香，要滑口，要有回甘味道，这个平衡是很重要。有的这个平衡，这杯茶叫做好茶。它只是呢几种，提醒三种茶叶，中出右三种。试一下，你试一下自己是吧？啊，也可以啊。叮叮叮所以那就不够气派啊！对对，可以了。老板对奶茶的研究，从茶叶的出产到研磨，到最后的冲茶加奶，每一个细节都能砍上半个多小时。听起来简单的一冲、二焗、三撞、四回温，其实需要师傅日积月累的练习。虽然我才体验了几分钟，但是那个茶袋真的非常重，如果没有强劲的臂力和巧劲，手指和手腕都特别容易受伤，而且溅起的茶水也会烫伤手臂。老板说现在大家都爱喝珍珠奶茶，老手艺学的人少了，所以要更加努力的坚持传承。他希望用这一杯简单的奶茶招待世界各地的客人。一杯好的奶茶是享受，更是超越语言表达不同的文化。细心品尝美食，你会发现食物教会我们的真的太多太多了。今天也是好好吃饭的一天。